妙音动漫因果故事第十四集，不失永恒，喜得贵子。走路看着点儿，别总看手机，很危险。你知道我看什么呢？刚挂格。啊？这几天我的功都比过多，这样下去，我来世一定能享受到福报。来世享福？那第三世呢？这是我的第三世。不对呀、啊，这里明明是古代，好像还受不了了。大成法师，您的斋饭。石员外，您不赊斋饭已经一年了，老衲感激不尽。大师，您在这里弘法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是我们的福分。大成法师，您怎么来了？阿弥陀佛，施主的赠饭之恩，老衲一定报答。大成法师，大成法师！恭喜员外，夫人给您生了位小公子。奇怪，怎么大成法师今天没有来呢？是员外。你是在等大成法师吧？他已经圆寂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？听说是今天早上，就是小公子出生的时候。老爷，小公子突然哭个不停。给我看看。大成法师。你真的是大成法师转世啊。于是石员外就给孩子起名叫大成。孩子从小就很聪明，在婴儿时就开始吃素，长大后大回天下。你不会也让我像石员外那样每天给僧人送饭吃吧？行为可以不同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你这一世所修的福，在来世享受福报的时候，如果滥用财势，为所欲为，造下罪业，那第三世就必然堕落受苦了。好吧，那我还是脱离六道，往生极乐比较好。阿弥陀佛。